家人们看到没有，这个底下那个水库爽不爽哦，爽不爽，这底下一个水库干的，那边上肯定到货看边上有草，待会儿晚上9点钟干它，就认你就认你哦，就认你，路是最好的那条路，我看你这个距离合适吧，我是合适哦，这样哦，来找地方，这大石板搬开，哇塞。 大家看这个活的啊、哦，黄山直接就在这里哦，活的来过来一点，喜欢户外的关注一下，关注主播，每天带大家直播啊，上货上货，这活的，就石板底下逮到的，暂时做了几根了。